干嘛干嘛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啊！我欠下100万，我用什么去还？我不死，他们就会逼死我爸妈，也会逼死我兄弟。你现在不让我死啊！我现在出去，我跳楼也死，我被车撞死，我怎么死都行。你别拦着我，我。 地址在哪儿？在香河别墅园，他们有个地下赌场。说说具体情况。刚开始他们带我进去玩了两回，我一共赢了3万块钱。刚才那个地址挺清楚。后来呢？我就一直输了，输了我就想着翻盘。 一共输了100多万，我给他们打了欠条。他怎么样？王志平开始对小帅举报赌场进行调查，但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他必须拘留15天。这样也好，起码可以给点时间让他冷静一下，不会再犯错，就记住这个教训了。谢谢你，胡警官。不客气。你那100万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